结汇意愿旺盛，推升离岸人民币汇率盘中升破6.4，短期汇率还有上升空间吗？市场人士表示，短期市场逢高结汇意愿较强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或仍有上升空间。市场人士同时指出，近期海外风险偏好继续回升，美股强劲反弹，美元指数表现较弱，预计短期内人民币将继续维持较强走势，但汇率单边走势或引发监管层担忧，短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或有较强阻力。另一银行外汇交易员对财联社表示，近期市场结汇需求较强，场内部分机构顺势操作，人民币有一定升值压力，但总体上行空间或将面临压制。预计短期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运行区间为6.39至6.43。近日，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暗示，英国央行正准备从目前0.1%的历史低点上调利率。